今天这道菜你们要是学会了，全家都夸你是大厨。第一步，牛蛙去腥，先把牛蛙砍成块块，再在伤口上撒盐，加点高度白酒，抓拌均匀，腌制十分钟。准备点红泡椒切成圈圈，泡子姜切成丝丝，用清水冲洗掉牛蛙的血水，再把水分控干，要不然上不稳粉。可以用厨房纸，没得的用你老婆的洗脸盆代替。第二步，腌制，放点胡椒粉和干生粉，抓拌均匀。最后再放点清油，锁住水分，保持嫩滑。油温烧至六成，下锅滑30秒，立马捞熟，花酒捞就会变菜。第三步，烧至入味，放点香辣油、蒜蓉、泡椒、泡姜，用小火炒出香味儿。再在中间泡个洞洞，放入泡椒酱，继续用小火炒出颜色。倒入牛蛙，开大火翻炒均匀，再加入适量的啤酒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生抽调味。都说点红心是勤奋，不点是本分，但是我相信视频教得这么详细，你们学会了都会帮我点的。用中火把汤汁收浓，牛蛙也基本上都入味了，再撒点小葱段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。有条件的再垫一根薄荷，这样做的泡椒牛蛙酸辣入味，嫩滑不柴。如果你每天还不晓得吃啥子，可以关注你的小原子，每天带你解锁更多下饭菜。